与撒贝宁两人的恋情一经爆出就引起轰动，女强男弱的地位差一直令两人的恋情不太被外界看好。报道称撒恋因为张母的阻碍而最终以失败告终。据央视内部人员爆料，分手后的撒贝宁一直情绪不高，加之工作量大，备显疲惫。然而近日有记者拍到撒贝宁与神秘女子一同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，该女子正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花岑尼兰，两人年龄差距10岁，新女友也是播音系毕业，所以不乏共同话题，加上年轻貌美，成功捕获撒贝宁芳心就不在话下。记者就此事致电章子怡的执行宣传高清，对方表示不予回应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朋友爱得那么苦。